过多久？过了。啊，一只母犬。一只母犬。头版啊，头版看啊，500块钱，很不错啊。走下的药了？走的药，走下的药。走下的药。毒苗，独生子啊，这个就这一个。我靠，我说的，这多少天了？卖上了，刚卖的。三十多天的乖乖，真大。三十天的真大。毒苗，热情的不热情的。我不来。嗯，现在毒苗不来。拿个十八个不用了。500块钱，你看小腿，拉不拉多粗啊？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小头发也不错啊，这小狗真的。这最低的啥价位？那个十八公都没有吗？最低的10万。今天公司的人还可以啊，我们拉到的猪狗，拉到的猪狗。一千八百块钱啊，这个拉布拉多种狗，今天这狗是第一次遇到啊，遇到这个漂亮一点的种狗啊。这家都不能用了，这几年来的？三年了啊。那给他两百，差两回了，给他5000多。两两就差不多。来，我这。他们开心。加呗。领导